洗碗的家伙事儿就得用它，刷头粘上去后怎么甩都不会掉。旁边这块按压就能出鞋精，这个鞋精又大又重，还有两个手去压，把握不好量。这个锅刷刷头是百洁布的，不会刺坏锅碗。看刷完是不是很干净？而且家里做饭需要筷子刷锅的，他还是个得力小干将呢，直接一步到位，省得来回倒腾了。用脏了的刷头直接丢掉就行。他这一套里面有这么多刷头，够用挺久了，不错吧？让我拖地可以，洗抹布那不可能，谁让我有这种免手洗的拖把呢？一推一拉多省事儿，给卡槽里装清洁片，洗的时候自动过滤给拖头了。关键拖头还贼大呢，46厘米的，拖完也用不了两个来回，拖头也很灵活。遇见缝缝角角啊，转着擦一擦也很方便。家里比较矮的缝隙啊，也不用挪来挪去了，就是省事儿。